屿山公路星期四晚有交通警闪灯咳线。涉事货 van 司机话，当时佢嘅时速有成100公里，曾经谂过扭向左边闪避，但慢线后面有架巴士，佢希望警员即使赶时间执行任务，亦都要小心驾驶。而从电单车警员嘅制服同埋头盔推断，嗰十几架电单车相信系警察护送队嘅车队。哇！真系人渣嚟噶，真系。